就这种酒精啊，这种酒精要20块钱。好，你买酒精的煮饭呢？煮饭啊，酒精煮饭，我感觉还是汽炉便宜了。现在要烧20块钱的话，那汽瓶肯定便宜一点啊。有的时候那个汽炉点不着，就是第一点酒精在那个汽炉上面点着之后才能点着，很难点啊。你看你这个，那个带鸡蛋的不会是你吧？啊？带了一板鸡蛋，是我。就是我。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讨论，我说我今天还想就是买再买一板鸡蛋，没想想哎，前面都是榛子啊香啊，就不需要再买那么多了。不需要。我就买了7-8个吧。你这个100斤不止了吧？180左右。180啊！哇！你可能拎不起来。对。真的很重啊！哇，这里有个非常漂亮的露营营地啊！不知道有没有水啊？我带的水不够啊。哦，是房车营地啊，应该是没人的，或者是没有建成。哇，超级好啊！哇，这边确实是没人的。哇，超级好的露营地啊！太棒了，先去看一下有没有水。哇，哇塞，太棒了，蒙古包。哇塞，哇塞，这个不太干净，我换一个。那边有一个，哇，这个干净。嗯，还是有牛。哇塞，车倒了。哎，我发现这有个厕所，好像是个5星级厕所。哇塞，你看有灯啊，这里还有水，应该。哇，太棒了！哇塞，太棒太棒了！哇，这还有插座。还可以充电，哇塞，太棒了！趁现在它还没关，然后我打点水。这个我估计它晚上是要关掉的，这种厕所。好，我刚刚看了一下这边的门，它是开着的。哇塞！成功红房车营地接待中心，哇，太棒了！哇塞，哇，这还有床啊，太棒了！哇塞，太棒了！这里以前应该是个超市之类的。哇塞，太棒了！今天总算可以坐在这边就是炒饭了。今天做的是排骨炖萝卜。本来呢，这个排骨是牛骨的，这边，它这个县子里面没有那个牛骨卖，所以我只能用排骨来炖了。
味料是比较足的哦。然后再将排骨炒熟，再加点热油，胡椒粉，香香。再加入大葱，然后再倒入萝卜，然后再加入酱油，料酒，再加入生姜、胡椒粉，鸡精。大火把炖40分钟左右，然后再换成炒锅继续炖。然后再加入葱花。这样一道排骨炖萝卜就完成了，哇，还在收汁啊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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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棒了！开吃开吃了啊！
今天还是没煮饭啊。这一口刚刚好。非常的嫩嫩，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一期再见了，再见。